征服自己的蛋大子。你为什么不敢看？奶奶，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喂，姑妈，你觉得这是我不敢看吗？是我不愿意看的吗？明明就是你没站在我的眼前。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小妹妹，滚出去！我心里胡想得到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得到。我顾梦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从来都没有得不到的。那我呢，小梦梦？人家可是你得不到的爸爸呢，顾梦。个神经病吧你！这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。哦，奶奶，你这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我玩的你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大白天的顾梦你犯什么神经啊？有病就去治啊。是你主动投怀送抱，我喜欢你。这可是你主动投怀送抱的，我喜欢你。真的吗？你知道吗，梦梦，自从我们绑定了豹子关系之后，我等你这句话等的我是真的好苦啊。要不你现在就从了我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要不你现在就从了我吧。不是什么鬼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居然想泡我，你是贼心不死啊，古梦。这次要是让范范知道了，咱俩一个都跑不了啊。哦，是吗？我光明磊落，问心无愧，怎么感觉我成小三了？